降价了，降价了，哥姐啊，咱家这款水果罐头又降价了啊！不要再去拍别家19.9发四罐的水果罐头了。今天老季这下单啊，直接给您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，咱点开链接去看一下啊，现在的价格啊，真的嘎嘎合适。咱家这款水果罐头啊，每一罐都是选用的新鲜水果制作而成的啊，保证了它的品质和口感啊，吃起来不是那种齁甜的啊，清清爽爽，特别解腻的那种。像咱平常聚完餐、聚完会，吃完大油大腻的时候啊，咱觉得特别腻的时候，咱可以来一罐水果罐头解解腻。特别是像现在啊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咱可以放到冰箱里稍微冷冻一下，它这个口感和味道啊会更上一层楼。小朋友呢，咱可以吃点小橘子的，吃点小草莓的啊，像老年人呢，咱可以吃点黄桃的，吃点山楂的啊，每一种口味的都是嘎嘎好吃。平常咱哥哥姐姐在外面啊买到2罐水果罐头的价格，今天老季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搂4罐啊，17.9到手是整整4罐啊，每罐呢都是510克的大分量，并且呢是多种口味可以选择，有草莓的，有山楂的啊，有菠萝的，有神奇的，6-7种口味啊，可以供大家选择。下面啊，一定记得啊，领券去下单。老弟这边挂了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券后呢，直接17.9到手是整整4大罐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搂单。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下老弟的券做没做成功啊。如果是17.9到手4罐的话啊，咱赶紧去安排。